安装虚拟机器，我们假设有需要模拟或者设计一些虚拟机器，那我们来安装方式，一个是网站下载 VirtualBox 的 DEB， 另外一个是在我们的软体中心输入 VIR， 你输入 VIRTALBOX， 你不需要打完就可以稍微看一下，这边就有 VirtualBox， 那你只要点选安装，输入管理者的密码，这样系统就会自动帮你把虚拟机器装好。VirtualBox 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虚拟机器，我们可以用来模拟各种作业系统的一些运作状况，也方便老师写教材或者是做一些文件 paper 之类的。那如果是在网站上面，你可以输入 VirtualBox 之后选择下载 VirtualBox， 这边有很多个版本，那 Linux 的版本在这里， Windows 的版本有在这里，选择 Linux 的版本，那这边就有各属于 Linux 的套件的版本，有386的，有 MD64 的，那我们目前是 Ubuntu 16.04， 所以我们可能大家应该下载的是这一个 DEB， 然后再用指令模式安装，或者是使用软体中心的安装。好，现在这样子就安装完了，安装完了之后它会在左边 Dash 列，那你可以点选，好， VirtualBox 这样就已经安装完成了。